我跟我朋友都表现我们的 Further Map 老师，因为我们觉得就是劲哦，一直是劲，是我们觉得他很经典，就是每次我们想到一个方法去解那一题，他都会想要两三种方法，所以每次就是他教授说你就是故意那种哦，我其实想到，你就会觉得说这个是我根本就是没有想过的东西哦。我是伊登，我是来自 DM 的，我中学是韩江中学，我现在在拿着 A level， 从我放学的时候，我姐姐那年也是要升 college 要拿 A level， 所以我就陪她来走几根冰城的 college 啊，然后就发现到 INTI 的设备就挺完善，然后成绩也是挺不错的哦，我就看到发现到 我姐姐在 INTI 也是过得挺开心的，就然后毕竟也是在冰城，就不用下别的州嘛，就选择在 INTI 读哦，就觉得很有fun啊，可能就谈得来哦。那个 study area 我很喜欢，就是因为就是有一个特定的 area 是你 stay back， 你可以去那边读书。有，我是有参那个 Free Society， 然后我参那个 ISSD， 就是比如我们是年头就一直 organize event 哦，那些像那 prom night 啦、啊，然后我们有一个 T-shirt sales 啊。那个 ISSD 也是，就是像有点像 volunteering 这样啦。首先就要讲了吧，因为上个 college 就是开始要去外面了，就要开始 pick up 一些这样啊 ，organize event 啊，这样跟人家 work together skill 啊。所以我就参加 ISSD 跟常辉友都教到我一些如何去来办 event 啊，如何去来跟人家沟通啊，就觉得 organize event 方面我就学到很多咯。